成军。没事。如果想请你一定要远晚上好，终于来到了亚洲最大的室内场馆南京。其实歌手在演出的时候有很多趣事，比方说可能导演也不太让我讲，我就斗胆说一句，刚才上场第一首歌的时候马上就要开始，只有几秒钟的时候，突然间提的背带掉下去了。我觉得南京太好了，对我太厚待了，在最后一秒钟我将背带放到了吉他上，这是近两个月来我遇到过对我个人来讲最惊心动魄的一个时刻。然后刚才第二首歌手一上场，发现突然间腰包有没有声又关机了啊，所以总是这样啊，虽然已经快50岁了，生活还是不断的给我锻炼，让我长得更成熟一些。有惊无险，失而复得，虚惊一场，这应该是人生最美妙最快乐的事情。当时抽完金枪之后肚子至少疼了20分钟，我想心有余悸转为胃下垂了，可能上场这边就有时候容易刮着，它会有响嘛，就。或者是我先，我拧上去。啊，那你拧呗，我拧，那我那边就全开。对，我拧啊，那行，好来哥、啊。因为这次的演唱会换了一套整个的他那个电吉他的 system， 换了这个整个系统的话，它会有三个输出，这个立体声的输出呢，很可以让整个的声音更远。然后听起来更梦幻一点，然后呢单独有一轨输出呢是有一个混合的比例，这混合的比例呢可以让声音在底部的时候更结实，所以说很多很多的小用心都在这个幕后所有的听友们都看不到的地方。对，然后更重要的还是稳定嘛，因为那个重大的演出专业的演出肯定还是稳定是很重要的，能够在家乡演出挺高兴的。我跟健哥合作特别早嘛，从第一张，然后后来有一段时间就是一直到现在，我觉得他是一个特别信任乐手的一个歌手，然后在音乐上有自己很多的不一样的想法和见解，他会相信每一位乐手，我觉得而且我们每一位乐手也都是很棒的，所以我觉得在这方面他还会给乐手很多的空间，跟他合作特别愉快吧，而且也特别开心，然后对大家照顾得也很好。再一个难点其实就是现场需要背歌词唱和音，这个是额外的一份工作啊，买一赠一。钢琴是对收费了，和音不收。在这片水面下摇晃。
然发现自己合音被金老师推的太大了，就是非常非常大。我也要努力好好唱吧。连着吧，喜欢粘一个。那个好像是芙蓉的那个。对。这也太贵花味儿啊，真香。行了，明天就唱吧。